您这要干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我问你，当初你聘我当这个厨师学校总教头的时候，怎么应我的？怎么应？哦，每周上3天课，您的月工资是3000块钱。不是钱的事，人事。我说的是人事。我是不是跟你说好了，你要聘我的话，就不许再聘那个郑超勺。哎呀，啊，郑叔跟您又不是同一天上课，您就别为难小姐。是是，方叔，哎，方叔，这没你这么办事的。 啊！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厨师学校里，要他没我，要我没他，留他留我，你看着办吧。我问你，他人呢？人呢？好好好，我自己找他。这个香糟卤啊，在制作过程中起着很关键的作用，记住。郑小常，你凭什么在课堂上说我教的东西不对啊？ 我教的不对，我学厨艺的时候，你还在家撒尿混一会儿呢。哎，方正，您和郑师傅是我们怀州最好的厨艺大师，我呀就希望我们这些学员能够博采众家之长啊，多学本事。那将来他们出去了，也像你们家大明一样，那到北京城也开店呢。这以后什么首长啊，这明星啊，都上咱店里吃饭去，那不是也能给咱怀州那城墙上贴金，不是？ 那是我们家孩子哪个不出息啊？他郑炒勺教出的徒弟能贴什么金呢？顶多就是铝合金。哼，孩子有出息，是你教的吗？你认得几个字儿啊？同学们，你们跟他学呀，别想有出息啊！你行，就你的刀法别扭一辈子，好意思当教员？好意思吗？ 咱就说切干丝儿，你必须得保证那干丝切的跟头发丝那么细，而且得根根不断。用你的刀法，肯定断两根。胡说八道，你诬陷！哼，堂堂国家特一级厨师，我能把干丝切断了？那可不，你哪次都把切断了，你碎嘴里你给吃了，这我还不知道吗？是。 没有的事，你纯属诬陷。我今天带把刀来，我就当众跟你比刀法，咱们当众 PK 啊！咱们看看谁切得好，切的一根都不断，比就比，切干丝谁断谁走人。不仅走人，还得打开窗户大喊三声：“我是谁谁谁啊！我是全怀州最臭的啦！”开窗我能喊多远？咱大喇叭广播上电视，啊！广告费我掏了，就这么定了。 校长，你来当裁判，看看我们俩，谁啊能把干丝切的最好，谁不把干丝切断了，咱们当众 PK 干炸子鸡是我们干的招牌菜，我们自己养的小土鸡，你们尝尝跟外面的肉鸡绝对不是一个味道的。特别好，不信由不干呀。嗯，尝尝，尝一口来。好吃吧？我跟你们讲啊，它绝对是个美食家，每次来点的都是我们的招牌菜。好。哎，丽红，来来来，上一盘玛瑙咸蛋给这客人尝尝，好吧？好呀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以后不来啊。 哎哎，干嘛呢？断丝儿，没断，大喇叭红包，甭比了。我说没断就没断，嚼啊嚼啊，玩得起就玩，玩不起你就别张了。我刚才那是意外，我打了个这门，所以就。
快，你这叫隔着院墙生孩子，活丢人。刀工不成也就算了，人品怎么那么差呢？什么岁数了还作弊呀？哎呦，我没作弊，我没作弊，我还跟我装，你还装。